逢源对境的时候呢，外表上看起来跟普通人一样，还是在应酬啊，还是在工作啊，还是在做事业啊，还是在生活啊，啊，但是怎么样，内心中间啊，时时刻刻都在用清净的功夫，用平等的功夫，从表面上呢看不出来，当然了，功夫比他高的人呢看得出来，看得很清楚啊，功夫跟他一样的人呢也是能够看清楚，你没有修行功夫的人呢当然看不出来了。哎，所以呢，你的心呢，如果是不清净呢，心中间起贪嗔痴，你外表上诵经啊，还是要多三途啊。你是心不清净呢，有一个善业的执着，有一个善恶的对立呀，还是不能超出六道轮回呀。所以我们要离相而修善。所以你不要认为行菩萨道是好像大显神通啊，在空中给人家说法呀，这行菩萨道啊，或者是把一个台子高高供起来呀，这行菩萨道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嘞。在家里面可以行菩萨道啊，你扫地可以行菩萨道啊，哎，做家务可以行菩萨道啊，吃饭可以行菩萨道啊，一举一动都可以行菩萨道啊。怎么说？我做家务不是行菩萨道吗？我不失我的精神体力来照料好出家人啊，不是来照料好家里面的人，全家的人，这样子的话呢啊，完全的放下自己的我相和执着，修不失度啊。家里人有怨言，我安忍不动啊，嗯，那么呢啊，能够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个是禅定度啊。做什么事情都是在修六度，不要认为六度是专门去搞个什么样子来修啊，但是你没有心，没有入道啊，不是真懂佛法呀。归根结底呢，在心地上下功夫，我们的心呢胜过超过一个需求普印的摩尼宝。我们有些同学去过拉萨啦，去过大昭寺朝拜过来，大昭寺那个释迦牟尼佛12岁的等身像呢是非常殊胜的，那个等身像里面有一个需求普印的摩尼宝，这个摩尼宝很奇特啦，它在不断的运动，就在那个12岁等身像里面运动，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如果是刚刚好的那个需求普印摩尼宝转到12岁等身像的这个膝盖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刚刚你在那里求愿呢，它是有愿必成，立马成就。嗯，那你祈求的话呢，很快就能满愿呢，是不是？这个需求普印摩尼，我们很多人都在祈求过来。我看到我们好多的出家人啊、居士啊，在朝拜的时候啊，朝拜等人在那里发清净愿啊，发菩提心、发菩提誓愿啊，在那里求哎，那个摩尼宝球运行在哪里啊？需求普印啊，其实怎么样，虽然是需求不应啊，但是你要成佛，你要求成佛，这摩尼宝不能满你愿啊，我们这个心啊胜过摩尼宝啊，嗯，我们的心能够保持真诚清净平等觉悟慈悲，那我们成佛的菩提誓愿啊一定能够满愿啊，在日常生活中间去修啊，嗯，然后的话呢是要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间转为缘为道用，转恶缘为菩提道，勿作恶事啊。如果你心没有把握好啊，好缘恶缘都会令你退心，善妙的外缘或者恶劣的外缘都会使你修持佛法修习正法的心啊退转啊消失啊。有些修行人啊因为荣登高位啊，所以呢心生骄慢退心呢啊，本来前面没有这些名闻利养啊还好好的，一旦有呢马上退心呢，嗯，退转去追求名闻利养，以前在画佛像啊，现在回头画地狱像去呢，你看那个误达国师啊，十世为高僧呢，就因为国王供养他一个沉香宝座啊，心生一念骄慢啊，马上膝盖上面就长出人面疮来呀，
出家人要谨慎，要非常的谨慎护持正直正念呢、啊。嗯，有些人呢是因为三宝加持啊，自己有点福报啊，所以呢生意兴隆啊，有了钱呢、啊，有了钱就忙于经营啊。一个电子生意好开，两个好开，四个好开，八个，这样子就心都退了，是不是？没有什么心思去修法的呢。你看起来是个善缘哦，是个好的缘分哦，实际上呢，你求解脱的心退掉了。有些人呢是逆缘啊，逆缘来的时候，他不知道是帮他消业障，不知道是令他悟到无常啊，他怎么样？遇到不幸啊，心灰意冷了，佛菩萨也不保佑我了，退心了。所以说这个众生很难办哦，真的是干强啊，难调难服哦。那佛菩萨给你好缘来你也退心，给你恶缘来你也退心，给你什么缘才好啊？心啊，要有正直正念才行啊，心有正直正念就能够转为缘为道用啊。如何转呢？一个是意乐转变，一个是家行转变。意乐转变就是在自己心里面转过来，知道一切不如意的事情都是我们的业造成的，我们的恶业招感的。恶业怎么来的？恶业因为自私自利的心来的，因为我爱之来的。因此呢，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呢，这个我爱之啊，才是祸根呢、啊。所以我们外在应该没有敌人啊，众生不是给我们仇恨的啦，众生是给我们来修福修慧的啦，来修习六度的啦，都是我们的恩人呢、啊。我们要恨的是什么？是自己内心中间的贪嗔痴啊。所以呢，那个祖巴嘎居啊，他有一位上师就说：乐不可喜，苦可喜。乐则希极，福德尽；苦则罪业，苦则恶业，罪障尽。他这个心跟我们想的相反了，快乐来的时候不可喜啊，为缘来的时候，痛苦来的时候可喜啊。为什么？快乐来的时候你享福啊，过去积极的那些福德资粮啊全部都报尽呢、啊、苦则恶业罪障尽呢、啊、苦来的时候呢消恶业呀、啊。啊，苦害有诸德，厌离除骄慢，悲悯生死重，修恶乐行善，有这个五德把心转过来。再一个方面是家行转变，积极资粮啊，遇到违缘的时候努力的积极资粮。你比方说放生啊，延生普佛啊，或者说我们有传承的供曼杂呀，都是很快的积累福慧资粮的了。第二个呢是净除障碍，积福忏罪呀。那比方说我们拜忏呢，那我们做三十五佛大礼拜呀，修百字明啊。第三个呢是施食于鬼神，那些鬼神干扰我们，我们给他施食啊。你比方说做那个发愿口啊，做烟供啊，烧香供啊，都是。第四种方法呢，就是向护法呢嘱托事业，向护法嘱托事业，就祈请护法帮助啊。比方说我们斋一天呢，就祈请护法帮助啊。你比方说毗沙门天供养法、啊，比方说我们如法诵地藏经，监牢地神护持啊，这都是呢向护法呢嘱托事业。所以啊，最重要呢是心改身如故啊。过去呢，那些大修行人大善之时，觉得不好像我们一样啊，那个放焰口啊，或者做服饰的时候呢，好像讲到要随文入观啊，要入定啊，故意把眼睛闭起来，好像在入定，没有的嘞。不需要修行，不需要装模作样哎，不需要装神弄鬼哎，要脚踏实地呀、啊，心改身如故，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啊，跟普通凡夫没有什么两样哎，但是心里面啊，一直都在下平等的功夫，下清净的功夫，内在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证悟的成就，这是真修行啊。你看我们那个月城论师啊，那个入中论的那个作者啊，他那个成就达到什么程度啊？外表看起来跟普通的班智达一样啊，内心呢已经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啊。他住茅棚啊，
怎么他种茅棚怎么喝牛奶？不需要人家供养啊，人家也画一个牛，画一头牛，他就在那个画的那个牛那个乳那里就把牛奶挤出来了，你有没有那个本事啊？啊？那我们那个祭天菩萨入菩萨行的作者祭天菩萨，人家外表看起来什么都没做哎，就知道干什么？嗯，吃饭、睡觉，啊，精行，嗯，人家称他三想者，内在的证悟不可思议呀！啊，这个样子是对的了，这样子是真正在修行呢 啊！勤学三难事，取善主要因，修善不退失。如何真正的在内心修啊？第一个呢，要勤学三难事，三个困难的事情要努力去修。哪三个困难的事情啊？第一个是认识烦恼难。有时候你心里面起烦恼呢，心里面没有认识到啊。你不要以为说你大发雷霆才是烦恼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呢。心中间有一丝一毫的与自信不相应啊，背觉合成呢，都是障碍呀。第二个呢，认识烦恼以后修对治难。第三个呢，是修对治呢断除难，要努力地认识并且修学。第三个是取啊，那么呢，第二个方面是取三主要因，直欲贤善的善事，这个要好好祈请呢。祈请以后还要有福有慧呢，你就是直欲到贤善善事，这个直欲贤善善事是要有福报才行呢。还要有智慧呢，有智慧你才会信他所讲的呀，信他的教诲呀。有些人就这样子，他有那个缘分，他没有智慧他也听不进去的了。我就遇到过这个人呢，遇到过这种人呢，他特别追求神通，很奇怪，他这个人呢脸都绿了，哎，萎靡不振啊，鬼神干扰啊，你跟他说要好好的怎么怎么修心啊，他听不进去，他心里面妄想的就是哪一个大神通的人给他拍一下打一下他就没有了，他就好了。这个没有智慧呀，啊。第二个呢是自心堪能，自心堪能是什么？真正有正知正见呢，有智慧呀。第三个呢是衣食顺缘具足，哎，修三不退失，不退失呢对于三宝的信心啊和恭敬，不退失啊欢喜修心，不退失以正知正念守护学处。以正知正念来守护一切戒律啊，守护一切言行呢。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启示了。第二个启示呢是怎么样？法门无量誓愿学，不是说叫你去求这样求法那里求法呀，这里求灌顶啊那里求传法呀，而是在生活中间从早到晚点点滴滴起心动念待人接物都是无量的法门呢，无量的法门都要在里面去修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觉悟心、慈悲心，与这些相应啊，这个样子呢，你就是真正的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样子的话呢，来自于你一举一动啊，你的功德都是怎么样？如布施拜恒河沙佛功德之力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要会读经，还有呢，就是我们讲了，也要善巧方便的去领会呀。这里面贫穷，不单单是说哦，好像很困难啊，生活很困难啊，还是更加是指什么？没有智慧呀，没有德行的人呢？没有智慧是贫呢，没有德行是穷呢，贫穷呢。这聋吃无目啊，聋啊是什么？聋不是你耳朵听不到啊，而是你耳朵就喜欢听那个是是非非呀，是是非非一听就听进去了，然后呢就做一个喇叭到处宣传，佛法正法呢倒是听不入心啊，这个是聋啊。无目啊，无目不是你眼睛看不见呢，而是没有智慧眼呢，内心中间智慧也没有开呀，不知道分辨邪正和是非呀。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
啊，了解这个法，了解地藏法呢，然后呢，知道诸供养众，法供养罪呀，啊，你自己呢，知道了，哎，而且呢，如法修行，尝到法味了，再去介绍给其他人，啊，这样子呢是法布施啊，功德无量啊，啊，那么呢，只是我们说，国王修布施啊，功德就这么大，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日常生活间点点滴滴呀、啊，你去修啊，都是功德无量无边呢、啊。何以故？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贱辈及不王俱者，发大慈心。哎，国王啊，他这样子修啊，他对这些最贫贱啊的人呢、啊，以及呢六根不具足的人呢，能够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广修六度四摄，去摄受啊，具有佛的大慈悲心呢、啊，所以呢，这个福德利益呀、啊，是如此的殊胜不可思议，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一方面是指外在的七宝，更是指七圣才呀、啊。龙树菩萨给他的亲友啊，乐行国王传讲的那个亲友书啊，上面就说到了：信戒思敬文，惭愧及正慧，七才牟尼说，于物皆无益。我们要追求什么财富啊？追求七圣财啊，其他世间的财富是五家共有啊，你不能保有啊。那个是怎么样？那个是万物为我所用，非我所有啊！不要执着啊！你要积累的是七圣财，第一个是信财，对三宝增进功德的信心，对于因果真实不虚的信心，这是信财。第二是戒财，如法所持境界，小乘戒、大乘戒、大乘显教的菩萨戒、密教的三昧耶戒，都能够如法守护。第三是施财，上供下施啊，啊，更加是指放下、啊。第四个是文采，广闻显密经论、显密经序的解脱法要、修行的心要啊，这是四个文采。第五个呢是禅财，第六个是愧财，第七个是智慧财。禅呢，对自己以前的恶业呀、啊，心生忏悔呀、啊，啊，自己责备自己啊，这是禅财。愧财呢，对自己的恶行啊，觉得愧对别人呢。智慧财呢，能够正确的了知万事万物的真实相，能够呢时时刻刻保持正知与正念，这是智慧财呀、啊。阿底峡尊者呢，在《菩萨宝曼论》上面也说，信财、戒财、舍施财、文财、禅财、有愧财、智慧财为七圣财，所以呢，常得七宝具足啊，能够那样子如法修学，七圣财具足啊。何况衣食受用，何况是外在的这些小小的衣食受用啊，这些医报的圆满呢，是更加很容易的了啊。复次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遇佛塔寺或佛形象，乃至菩萨来声闻辟支佛像，供至银半，供养布施，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第四身，受圣妙乐。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是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前面是帮助众生啊，嗯，这里面是怎么样？是上供三宝，哎，是呢，护持三宝，嗯，也是忏悔业障啊。如何忏罪最殊胜最快呀？皈依法心呢、啊。以前对众生
千令不舍，现在知道呢要广修布施，而且呢以六度四摄去修布施，这个是啊，把这个业呢，把以前在众生过去无量劫以来在众生边所造的业忏尽了。还有一类呢，是在佛法僧三宝面前呢所造的业，现在我们转过来皈依三宝，供养三宝啊。未来世啊，我们现在呀 有诸国王、之婆罗门等呢啊，能够呢遇到佛的塔寺。塔是干什么的呢？佛塔，塔是干什么的？供养佛舍利的。舍利有什么舍利啊？有身身舍利，有法身舍利。佛的身身舍利啊，啊，我们看法门寺的佛子舍利，北京啊那个灵光寺的佛牙舍利，经常请到其他佛教国家去供养啊，啊，请到台湾去供养的时候，那无量无量的人去礼拜呀，万人空巷啊，种无量的善根啊，度无量的众生。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法身舍利啊。什么是法身舍利啊？经书是法身舍利啊。我们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佛舍利啊，你知道恭敬吗？哦，你得到一个那个化舍利，是四川过来的，马上好像宝贝一样，拿个盒子装了，随身带着。法宝有没有随身带着？有没有一教奉行？不知道哎。你那个生生舍利，你天天看，天天看，他不会让你开悟的呢。这法身舍利，你一教奉行，天天看，决定让你开悟啊。所以不要本末倒置啊，要重视法身舍利呀。法身舍利就是我们的佛经啊，法宝啊。所以呢，要了解啊，要如法修学。所以《金刚经》上说怎么样？世经所在之处，即为是塔，常得天龙拥护。为什么即为是塔？这是佛的法身舍利呀、啊，塔就是为了供佛舍利的、啊，同时塔也是表佛意功德啊。啊，或佛形象，乃至声闻辟之佛像，见到这些圣像啊、圣贤像啊。第一个是要感恩呢、啊，纪念我们的导师啊。再一个是什么？再一个是见贤思齐呀、啊，诸佛菩萨他们都成就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有惭愧心啊，见贤思齐啊，啊，提醒自己如法修学，恭敬迎伴，供养布施，恭敬迎伴呢、啊，啊，亲身去。啊，去准备贡品，啊，供养布施，四国王等当得三劫为第四身，这样子做啊，三劫都可以做第四喽。第四是谁呀、啊？玉皇大帝呀、啊。三劫可以做第四啊。有些人哦，他多疑，他就想啊，这个有点问题嘞，这个玉皇大帝只有一个嘞。这世间修行人很多嘞，许许多多嘞，到时候都到天上去当玉皇大帝，那不是要打架了？你不了解佛法呀，基本的佛学常识都没有啊。我们不讲过吗？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个道立天了？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只有一个四禅天啊，四空天，但是呢啊，有一千个三禅天啊，有多少个道立天呢？道立天还在欲界啊，有一百亿个道立天呢、啊、一个娑婆世界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就有一百亿个道立天呢、啊，所以需要一百亿个玉皇大帝啊，这空缺得很了，你不用担心啊，好好修啊，是不是？是怕你不够啊，不是怕你没位置坐啊，这是开玩笑的啊、哦。我们修行人啊，要真修实证，要求生净土啊，你不要说做玉皇大帝啊，做大梵天王啊，不求这些东西了，是吧？
求生净土，超出轮回啊，将来回入尘劳，广度众生呢。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哦，当得三劫为第四身，受圣妙乐，享受种种的呢殊胜的快乐。啊，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是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如果能够把这个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自己前面修的供养三宝这个福德利益啊，回向法界啊，回向法界是什么，就是你所修的福报呢，不要不执着啊，不要不等于没有啊，不等于不在呀、啊，而是把自己修理这个福报呢给大家想，给众生想，回向众生啊，这个福报就更大了。你不要认为说回向回向啊，有些人执着学佛他不会不了解佛法，那听说回向啊，要回向一切众生啊，啊自私心就来了，反正我回向众生我自己不没有呢，嗯，我本来是要回向给我儿子啊，希望我儿子开智慧啊，考上清华大学啊，你叫我回向众生，我儿子考不上怎么办啊？真是奇怪，他以为好像一个苹果、啊、给了人家吃了自己就没有了，这是错的啦！我跟你讲啊，哦，你不要不等于不在，你不要还更大，你回向众生啊，你心量大呀，心量大福报大呀，量大福就大了，嗯，所以呢，哎。能够把自己修的福报啊给众生去享啊，这个福报就更大了。你看这里面很明显啊，本来只能够享受三劫的福报，现在变成了十劫，是不是？本来还只是在那个欲界的第二层天啊，刀立天啊，做天主啊，现在呢地位更高了，常为大梵天王啊，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出禅三天呢，啊，地位更高了，啊，已经到色界天去了，做天主了，是不是？所以呢，不要自私，要回向给众生啊！真正能够回向众生，自己的福报更大。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欲仙佛塔庙或至金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发心修补啊，觉疑经上说啊，造心不如修故啊，作福不如辟祸。辟祸啊，作福不如辟祸啊，这个话很重要了。你心里面说你去修福修福哎，心中你还是起贪嗔痴哎，那还不如辟祸。辟祸怎么样？息心就是息灾呀、啊，把你不如法的心转过来，这是辟祸哎。有些人他就怎么样说好人好事哎，那佛门里来说怎么样？往往是好人好事，这好人喜欢给自己找点事情来做啊，这里搞搞那里搞搞。多管闲事，老师看人家这样不对那样不好，老师跟人家指点迷津啊，自己还迷迷糊糊呢，这个样子很糟糕咯。哎，所以呢，作福不如辟祸啊，息心就是息灾，把自己心啊转变过来，在内心里面下清净的下平等的功夫，这个是最好的呢。所以呢，所以说呢，看到那些仙佛塔寺啊塔庙啊或指金像啊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是国王等或自引伴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皆缘，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自己去护持三宝，去呢维修古老的寺院啊，那么建设新的寺院，这样子的话呢，同时的话呢，一些法宝好好的供奉修补，这个样子的话呢，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能够做转轮圣王啊。
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僧众常为小国王僧。其他人跟着一起随喜他呀，都跟着有福报呢，都可以呢做小国王。所以啊，我们知道啊，大富大贵的人呢，前身都是修过因的呢，不是凭空来的呢。但是怎么样，他如果是不懂得修福，只会享福啊，他最多就是一生受福啊。所以呢，不享福啊，而修福，而积福，培福。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如果能够回向，发回向心啊，回向众生，回向佛道，回向真如实际，回向众生啊，能够欲明思闻正法成佛道了，回向呢自己呢，福慧两足尊呢成佛道了，归根结底呢是回向，回向真如实际啊，回向真如性海啊，心在清啊，在真诚清净平等的时候，这个就是修最好的回向啊。这样子呢，可以尽成佛道，复次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为什么这边总是提国王跟婆罗门并列啊？因为婆罗门地位很高啊，婆罗门下面才到刹帝利啊。婆罗门是最高的阶级了，那这国王还是刹帝利这个武士阶级呢。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我们看到老人，看到病人，主动去帮他们啊。我们帮老人呢，我们自己老的时候就会有年轻人照料我们呢，我们帮病人呢，自己生病的时候就会有人照料啊。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啊，佛陀住世的时候，那个有病的比丘啊，佛陀亲自去照料啊。那个生产妇女啊，妇女呢在临产的时候是生死交关的时候啊，能够帮他们这个样子呢，自己呢长寿健康啊。若一念间具大慈心，布施医药饮食卧具，死令安乐啊，一种种的事事供养，让他们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净居天主啊，这个五净居天的天主啊，也有的一种说法呢，是说净啊是梵的意思，是大梵天啊。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僧众耳不闻苦声，百千僧众耳不闻苦声，这些自己有体会啊。你看好像说的做的事情都很简单，为什么福报那么大，我们就会体会，我们不能详细讲了，大家用心去体会这个法宝啊，就知道呢，他每一个行动都是怎么样，都是在具足修六度四摄啊，都是在修清净心，修平等心啊，怎么会不得到这样子广大的功德利益福报啊。所以呢，他能够这个样子的去照料这些老人病人和生产妇女啊，他可以呢毕竟成佛啊，永不堕恶道啊，永不堕三恶道啊，来自于呢苦声都听不到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修福啊，有福德有智慧的人，他知道要继续不断地修福，那福报呢就越来越殊胜了，永远享不尽呢。我们观察这个世间呢，很多人有福报呀，但是他很迷昧呀，他享福不肯修福啊，不知道修福啊，他知道他也不肯去修福啊，智慧不够啊。你看好多人观察他一生呢，很多都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啊，中年时候啊飞黄腾达，事业兴隆，呼风唤雨，叱咤风云啊，得心应手啊，看他好像不可一世啊，晚年时候怎么样，很凄凉啊，儿孙也不孝顺呢，没人理他呀，事业也衰败了，不要说祭福给子孙呢，
自己这一生呢，这个福报都不完整啊，这就是享福不知道修福啊，迷惑颠倒啊，狂妄无知啊，以为啊这个福报不是什么福报，什么福报不福报，我自己有能力啊，有聪明啊，这我自己挣来的钱呢，他不知道福报从何而来呀，自己以为有智慧呀，自己以为有能力呀，以为没有因果啊，这很错误的了。看事实真相呢，哎，年纪大一点的人，哎，想想我们所看到的人很多了，都是这个样子了。这世间的人，迷昧的人虽然有福报，但是是痴福，这个迷昧的人很多很多了。哎，所以呢，我们学习以后啊，要能够明白呀，啊，地藏菩萨《地藏经》想的跟我们都很相应啊，都是现实的人生呢，啊，都是实际的生活中间如何去修持、修清净心、修平等心呢？所以呢，能够这样子修的话呢，就怎么样，祸福无量啊！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这个我们说八万四千法门归到一个布施度，以为说哦这样子好嘞，我只要功德箱里面丢五块钱就行嘞，那怎么是这样子啊？布施是放下，哎，布施度放下执着分别妄想啊，这样子才能祸福无量啊，心才能清净，才能平等啊，才能破我执啊，破人我执法我执啊，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示范转轮之报，更加能够回向，回向真如实际，回向众生，回向佛道，毕竟可以成佛啊，何况是小小的什么玉皇大帝呀，啊，什么什么大梵天王啊，这是很轻而易举的果报呢。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啊，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啊，种少善根，种一点点善根。什么是种少善根呢？逢缘对境，不贪不蹭不吃，你就在种善根呢。你别问说哦这个人有善根呢，你以为是什么？你以为他心很善良就是有善根呢？善根呢，无贪无蹭无吃啊，种很少呢啊，正报的一毛啊，依报的一尘，这么微少啊，所受的福利呢都是不可为喻啊。为什么能够归入毗卢性海呀？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遇到佛的形象啊，菩萨的形象啊，辟支佛的形象啊，圆觉啊，我们都好理解。为什么转轮王形象也要供养他呢？护法啊，护持三宝，布施供养啊，得福无量。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乘经典，或听闻一句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前面是怎么样？前面是向佛向圣人种善根呢，这里面呢是向法宝种善根呢，供养佛所说的法呢，供养成佛之法呢，我能够听闻一句一偈呀，啊，运在八十天中啊，
将来呢就可以啊豁然开解啊，为人演说，所以呢能够获大果报啊。为什么？因为财施有限，法施无穷啊。你财施你施的再多，它用完就没有了，法不施开发它的智慧呀、啊，他生生世世啊，他念念之中啊，智慧增长啊，毕竟超出轮回啊，而且他得到佛法真实利益，他也可以辗转地教化众生啊。所以呢法施无穷啊，功德呢无量无边，胜过财施啊。乃至于听到一句一句啊，能够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啊，布施供养啊，功德呢都是不可思议啊，一句一句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听闻到《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开悟啊！啊，供养啊，怎么供养呢？法宝如何供养呢？第一个呢，是如法修学，这是真正的供养，不是叫你把法宝用黄绸子包起来供在佛台上，天天礼拜，这个做一个将来的解脱因啊。今生今世开智慧就难呢，嗯，要如法修学啊。第二个呢，自己如法修学得到真实利益以后啊，还要劝勉他人呢。有些人说哦，要劝他人信佛哎，好了，他很热心啊，到处去说哦，你要念地藏经啊，你要念阿弥陀佛啊，那不知道善巧方便呢，那样子不行啊。在家里面有些人说哦，为什么其他人好度啊，我家里人难度啊，有没有那回事啊？没有那回事啊。家里人难度是因为自己修学不如法呀，你自己心很清净很平等，跟以前是怎么样截然不同了、啊、很有慈悲很有智慧了、啊、嗯，他自然对佛法有信心啊。嗯，你信佛呢，你这个以前还是不信佛还好，天天呢做家务，天天煮饭呢，饭吃得很好吃的，回来呢都很温暖的，你信佛了就挂住念经啊，从来不做饭呢，那他怎么会信佛啊？观世呢哪有那自私自利的佛啊？所以自己要如法哦，这最重要呢。哎，在生活中间修呢，你不要以为给你传一个什么咒子，传个什么大法，那就了不起呢，点点滴滴修，这个最实在啊。再一个的话呢，要等待时节因缘，那等待时节因缘啊，渐渐的来，不要着急啊。你如法做，你虽然没有说一个佛字，你的身体的行动就在给他们说法了，就是在给他们说法咯，就在是出广长舌相呢，就在摄受他们呢，就在加持他们呢，嗯，是真的不是假的呀、啊。你心很清净啊，你这个心波啊是清净的，是平等的啊。他们那个波是散乱的呀、啊，你这个心波一加持啊，他一回到家里就很舒服啊，就很自在呀、啊，就很温暖啊，很有阳气啊。你这在加持他们啊，你以为说哇、哦、手放在头顶上啊，我们把这沙都哄着加持了？开玩笑，哎，这个很重要哦，心地上下功夫，心地上来帮助众生。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学习地藏经啊，一字一句都要很细心去体会。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塔寺大乘经典，心者不思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盈礼，或独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国王谈悦之人，常为轮王，还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在法宝面前种善根呢，心里呢我们不时供养啊，就是如法修学教化他人呢，故的呢就是说一些毁坏的呢，有一点破坏的呢，怎么样修补盈理啊。这个问题出现了啊、哦、
我们的法宝很多哎，地藏经啊，什么经啊，到处都有嘞。你是不是也破了一点，你马上把它补起来呀？不是的啦，不是的啦。你现在印刷很发达，你那印的经书很多哎，你坏掉了你就不要修补嘞。你如法的那个处理就好了。哎，不是随便烧掉哦，不是扔到垃圾堆里去哦。你随便扔到垃圾堆里去，你将来赶鱼吃的果报哦。哎，那修补的是什么？是那些有珍藏价值的呢，那些古书啊，哎，那些法宝啊。而且的话呢，啊，你看他得到的果报怎么样？30生中都可以做国王哦。哎，这个牵头的这个人呢，可以做轮王啊，转轮圣王啊。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专理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这个很重要啊，回向法界啊，回向法界呀、啊，功德呢？是非常殊胜的了。我自己有福，愿一切众生都能共享，这个心量就很大呀。自己的福德呢，就变成功德了。修行人呢，只管一天，不管一生。我今天有饭吃，有衣穿就好。有多呢，我尽量的去帮助众生，能施啊，能舍啊。你不要认为就没有了，决定更多啊。决定更多啊，没有什么牵挂，想着一生一世，甚至还想着子孙后代呀，心有挂碍呀，不是那个样子的了。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啊，受上妙乐。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舍一得万报。如果你还是放不开呀，还是只是怎么样，只是回向自己的亲人啊，回向自己啊，三生受乐，舍一得万报，人天福报啊。是故地藏不失因缘，其事如是。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学了这一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品哦。一定要明白修行啊，在点点滴滴中间去修，这个最实在，这个最靠得住。那这个是我们学了这篇，我们就明白哦，原来修行这么修哎。但是不要走极端啊，你不要说哦，我就这么修好嘞，我不用送地藏经呢，师父说的修心就好嘞，那你错了。你经你没有送，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能够记得？怎么能够常常记得地藏菩萨的教导啊？还是要送的啊。正中分呢，讲到这里呢就圆满了。底下的呢，地神护法品第11，见闻利益品第12，足累人天品第13，都是流通分。看我们这个经啊，是原教大经啊，就大经的架师啊，流通分都很长的。嗯，地神啊，地神护法品第11耶，就是告诉大家修最好的护法神法哎。有些人很喜欢求护法神哎，今天求黄财神灌顶哎，嗡赞巴拉扎楞扎耶娑哈，天天跑去念呢，念一念，回头看看哎，我发财没有啊？很奇怪的，有些人见到上师就求护法神法呀，怎么修哎？马清雪山神呢？什么什么神呢？这样神那样神啊，最好的护法神的修法，威力最大的护法神修法，就在这一品里面。为什么？你说到这个地神呢，监老地神呢，他主管大地呀、啊，就好像人间的转轮圣王一样啊，整个大地都是他管的。你现在马清雪山神，他就是一个山的神嘛，是不是？那这力量的悬殊不可以比了。你这是大地上面什么东西不是依靠大地的啊？你金银珠宝哪样东西不是在大地里面的啊？你矿藏啊，你哪个人不是站在地上的、啊、谁是在空中飘的啊？所以说的话呢，监牢地神啊很重要了啊。当然
监牢地神刑法呢，还表法的就是表示我们信心要监牢，愿力要监牢。二是监牢地神白佛言：世尊，我从西来，瞻视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异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善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嗯，这里面怎么样？见到地神赞叹呢？赞叹地藏菩萨不可思议啊，神通不可思议，智慧不可思议啊。智慧是内在的呢，体现到外在的就是神通啊，广度众生呢、啊，于诸菩萨誓愿深重啊。你看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也是化种种的身形度六道，祈愿善有毕竟啊。地藏菩萨怎么样？所发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呀，哎，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世尊，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世人居处即得十种利益。这里面就见到地神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咯，怎么样子赔福报的方法咯，怎么样？在南方清洁之地啊，不管用什么材料，用木头也好，用石头也好，用竹子也好，来自用泥土也好，做一个佛龛，这个佛龛中间呢用金银铜铁啊，无论什么材料都好，造地藏形象，然后呢烧香供养，瞻礼赞叹，就可以得到十种利益。大家不要执着哦，南方清洁之地是什么？有些人看到地藏经啊，他就麻烦了。为什么麻烦了呢？家里面房子又小，前面嘛念阿弥陀佛，在西方呢摆了一个佛台，哎，供阿弥陀佛，供西方三圣。现在看地藏经啊，南方又要摆一个台供地藏菩萨，这同一个房子也不好，最后有两个房子，家里人就有意见了，这个就生烦恼了。这不会学啊，那你怎么办啊？你念药师经学药师佛，你是不是东方要摆个台呀？ 你修北方的那个多闻天王的财神法，你是北方要摆个台呀？你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全部是佛台呀，你这是那个是家里面是满天神佛了。这是不会呀，一定要会看经啊，会学经啊，南方清洁之地呀、啊。南方是什么？不是指实际的方位了，不要那么执着于方位上的南方啊。那善财难寻啊，华严上说善财童子难寻参学啊，百城烟水啊，参五十三位大善之时，那个南方是什么？智慧之方啊，南方是指智慧之方啊。我们不朝过五台山吗？东方代表大圆净智，南方代表平等性智，西方代表妙观察智，北方代表成所作智，中央呢代表了法界体性智啊。所以呢，东台的聪明文殊，南台的智慧文殊，西台的狮吼文殊，北台的呢五垢文殊，中台的呢如同文殊。五顶五文殊呢就表示五字了。所以我们说怎么样，南方清洁之地呀、啊、是指什么？自信中间呢常有清净心，常有平等心啊，这个样子来供奉地藏菩萨，这个就是在南方清洁之地来供地藏菩萨呀、啊，非常重要的了啊。所以说怎么样，你不要死于言下呀，不要着文字相、言语相、心缘相啊，
一文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致，即同魔说啊。你一文解义啊，三世佛都喊冤枉啊。那南方清洁之地啊，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了啊。就是我们以平等性，南方啊是平等性质啊，平等性质啊，你心修平等啊，有平等心啊，清洁之地啊，清净心啊，这样子的来供养菩萨，哎，所以说的话呢，啊，烧香供养、瞻礼赞叹，就可以得到十种利益。有人说，我也供了地藏菩萨呀，我没看到十种利益呀，或者不明显啊，你做到没有？烧香供养啊，瞻礼赞叹，烧香啊，提醒自己要修五分法身呢、啊，供养啊。供奉的时候呢，要能够长扬，长扬法身慧命啊，这个样子是供养啊，瞻礼赞叹，哎，瞻礼赞叹呢、啊，瞻礼就是呢，瞻视顶礼地藏菩萨的时候，要想想菩萨的教诲，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如法的做到，哎，真正能够做到呢，决定得到十种利益啊，赞叹是什么？赞叹是留步啊，自己得到地藏法门的真实利益了，而且呢劝导众生让他们都修学地藏法门，这个是赞叹呢、啊、你能够这样子如法去做，你做好这个八个字，决定得到十种利益啊。何等为十？一则土地丰壤，五谷丰登啊，风调雨顺呢、啊，你修学地藏法门，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呢？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呢是清净平等心呢，外在的依报啊，增善果啊，就是五谷丰登啊，风调雨顺。再一个方面的话呢，就算是有一些什么冰雹啊、洪涝灾害呀、啊，你都可以转过来。为什么？因为你心很清净很平等啊，这个发射的波就很强大呀，很强大，心波强大，物质的波其实是很弱的，你就能够把这个物质波转过来呀，转过来之后的话呢，就可以无水火灾呀，就可以呢土地丰壤啊。第二个呢是家宅永安，家庭啊很平安，家里面啊很和睦，哎，因为你真正的在家里面行菩萨道啊，肯定平安呢 啊。先王升天，你能够修平等心啊，这个德行呢能够帮助先王超生。嗯，好像前面讲到的婆罗门女、光目女、啊、就是典范。第四个呢是现存异寿，你看我们就供地藏菩萨就能够得到这样子多的利益呢，现存异寿啊。异寿什么？因为一个方面是南方啊表示增长的，东方表示出生，南方表示增长啊，能够延年益寿。再一个方面的话呢是怎么样？你有福啊，你修学地藏法门这个福报很大了，所以呢一个人修行呢、啊、全家人呢都沾光啊，全家都得福啊，全国都得福啊，力量大，全世界都得福啊。嗯，所以呢现存异寿啊。第五个呢是所求遂意，所求如意啊，真正求得到了。第六个呢是无水火灾。无水火灾呀、啊、水灾火的怎么来的？贪感水灾，嗔感火灾呀、啊、痴感风灾。贪欲心很重的时候啊，这一个地方的众生贪欲的共业很重很重啊，水灾。嗯，嗔恨心很重啊，火灾啊。然后的话呢，你杀生的业重啊，你看禽流感呢、啊，香港那边禽流感呢、啊，多少个什么什么什么鸡啊都不能吃嘞，不能饱口福嘞，全部是。你看什么疯牛病啊，你不要认为这个佛经很过时哦，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的，都能够指导我们的。嗯，怎么会有非典呢？怎么会有瘟疫呀、啊？
众生啊，造恶业的啊，造恶业的多了，修善心的人少了，共业呀、啊，人间天上是相关联的了。你人间的人造恶的多啊，这个天上的天人呢，他就没有力气呀、啊。这天人跟阿修罗打仗，他就失败呀、啊。阿修罗胜了以后，他就向人间喷毒气呀、啊，就有那个千眼鬼王、善殃鬼王，哎，来为灾了。这个样子非典就来了，不在心地上下功夫啊，怎么去做环保啊？要心灵环保才对呀、啊，那、嗯。所以呢，啊，心清净啊，我们能够修地藏法门，心清净，心平等，没有贪嗔痴啊，所以呢就没有水火灾呀、啊，啊，第七呢是虚耗辟除，你真正的念地藏菩萨的时候啊，思想波很好。